今天晚上上我老表修车这里来，有一点事，来玩一下，看一下我老表修车。然后等一下顺便去接猪妹妹，他们说今晚上要回去，然后等一下我去接她。那你们要吃什么？接到猪。酸甜排骨啊，酸甜排骨家里面没有酸甜排骨。那你去旁边。对啊。也不是带好朋友，不知道啊，应该没有人带嘛。不是，之前我同事在凉拌木耳。凉拌木耳。哦，我之前我过的时候，你去那个什么节了，然后我就带了几件东西，然后
他们也不是那盒钱等于大餐。那先说好，先拿什么去？是不是要不要回去那里去买那个肯德基，买那个炸鸡去？啊？冰红茶，冰红茶，冰红茶就是买冰红茶。啊？冰红茶，什么冰红茶？就是买冰红茶吗？黄老吉，黄老吉，黄老吉，黄老吉。还要买什么？那人家也不是要带。想知道世界还有什么？也许才是人生，日历终究一本换过一本，家里根本没在想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今天我吃那么多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只，出书了怎么想啊，出书了你要把它给休息了，有另外一次没人能为我换回，哦，你全部都要修过，你等会你自己看好了，我先去我回家，那个皮看什么样吧。哦，那个皮子修的怎么样？现在要修过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嗯，啊，那我一次都要修啊。嗯，修好就睡觉了吧？修好你还要干什么？装进去，装在笔盒里面。